两次啊，因为他是开始带大家，你是要带你们三个人。听老师录音的话，在那边，所以你们要把它想象成 一台马车，叩叩叩叩叩叩，要让观众会往前想，要一直听下去，一直听下去，要不然会很单调。好，现在全部演示。你就是一台马车，走啊 ，ready！ 我们要开，马车要骑马了，我们要走了，这样子。加强。